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韩国主播叫做 ART Lee， 他超扯的，他煮完上路旅行也都是只在点燃爬上精英。今天我们来学他测试看看有没有料。他那个打法我学的差不多了，他一等都会打很凶，利用 Q 的斩杀还有点燃的伤害直接拿下对手。但是我也是没玩过啦，都是看而已，所以今天开个白金场来试看看程度在哪。破骨甲，再续个征服者，开始压制。靠北怎么会这样 ？What the fuck？ 这是我的问题吗？看懂这博弈的，王牌二起步。欸，上路旅行好像真的猛欸，妖术开始摆烂了，连续两把。上一场他好像一杀十死吧，也是直接摆烂。这把他还摆烂。我朋友直接不演，开喷。白金翡翠场好像确实挺多怪咖的，难怪微风打这种局每天要拉 DC。哇，这伤害！我操，这吸血好离谱。完了，杰利好像想放弃了，正常人都会想放弃啊，但是我们是要给他一点鼓励的，跟他说我精英，虽然我李欣应该是没有精英实力，但是还是有机会啦，杰利后期也挺猛的。你玩的跟屎一样还精英，操，完全没办法打弱势牙术。后面拉 DC 说要复盘，说我玩的很烂，他很强，他被机制搞，所以爬不上去等等的逼话。原本只是想要开开心心拍个片欢乐一下，不想乐视的，但是是自己找上来，我就要生气了。你有什么脸进来复盘？连续两把都被单杀，哎，你们就很菜。你好了啦，打了一整局只会说别人菜，问你哪个地方菜也讲不出来。都九连败了，还没把副战机，不会检讨一下自己哦？你看我上季排位，你上季翡翠他妈翡翠是要看个蓝猫。好啊，看你自己账号的排位嘛。铁啦 ，DC 啊，看啊，文字屏。哦，算了，你们家干跑了，蛮闹的哦。刚刚那种局太没营养了，打个高端场比较刺激一点。可以啊，这走位。欧拉夫没大招，真的很废。舒服了，刚刚那欧拉夫还有闪啊，一定得 QA 闪的，不然我 Q 过去，想要再
闪 A 或是走过去 A 另外一个破绽，他其实只要闪掉，没有打出回血针就完了。他还是有闪，不能急。OK， 拉掉一个 W。Q 技能一定是拿来逃跑的，因为剑姬 Q 的那个动画太好闪掉了。大招就不开，看你怎么闪。为什么这种段位的路线还会往前滑？